一共死了多少人？一共五个人，院里两个，东屋一个，其余的都在酒窖里。从衣着打扮上来看，很有可能是这里原来的伙计。一会儿让外面的人辨认一下这些死者的身份。是。把这个保护带回去。是。走。你看你惹的这祸吧。哎，这些人挺奇怪的，这我拿着刀我就是杀人犯了，这什么逻辑啊？你觉得你很委屈是吗？啊，知道为什么关你禁闭吗？啊，处长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一是想保护我，二是想让我好好想想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想明白了吗？我想来想去，我没露什么破绽呀。哎，对了，处长，顺天旅社咱们控制起来了吗？派出所负责监视的同志没看住，等小翠赶去的时候，人已经翻墙跑了。哎呀，怎么搞的？哎。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小赵跟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给拦住了。特务要是知道他是冒牌的身份，那应该在旅店就动手了。是啊，挺奇怪的。按道理，跟我接头那个52号已经很相信我了。我们已经约好了第二天，他带我去见特派员和吴军师。可早上起来人就没影了。很蹊跷。还有，你说你被别人抓住把柄，怎么回事？我是被他们绑去国家少过的，这一路上我就一口咬定我是特派员，他们也抓不住我什么破绽。可没想到到那儿以后，来了一个下三滥的招，直接把我按在酒缸里，把我灌醉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枕头底下还多了一张照片。这女人是谁？处长，你们可得相信我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啊，这就是他们的圈套。看来得是想反将一军。这张照片没有查清楚之前，千万不要声张。还有。特务是什么时候走的？哎呀，我被他们灌醉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跟你说你什么好？就冲这几点，你就该关禁闭。是，我没用，我不对，我该关禁闭。处长，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在
特务把照片传播出去之前找到底片，一旦传出去了，韩立东同志之后的工作很难继续。你说的对，这事你负责。是。处长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在国家杀过的时候，发现了王水成同志的照片和衣服。上级刚刚发来的通报，王守成同志是在国家烧过住过。国家烧过原来是孙正义的联络站，掌柜的郭世龙就是孙正义的电台台长。郭世龙主动向我们自首，坦白了一切，并且告诉我们孙正义已经死在了本溪。可是当他见到王守成同志的时候，他十分吃惊，因为王守成同志长得很像孙正义。所以组织上决定让王守成同志假扮孙正义打入敌人内部，寻找独狼和秘密军火库。王守成同志在郭世龙的配合下顺利地打入了敌人内部，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情况。但是正当他准备接近独狼的时候，发生了意外，王守成同志牺牲了。本来我们决定让郭世龙离开国家烧锅，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有暴露，主动提出来继续做卧底。可是没想到这次，看来敌人已经发现了郭世龙的情况，所以才给我下了这个套。你还找借口？不是，处长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是觉得怎么就会这么巧呢？刚发现有死人，死者的家属就来了。朱定军和小崔正在查呢，这里面大有文章啊。特务们很歹毒，他们是想从社会上和舆论上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压力，让我们自顾不暇。我们怎么可能上他们的当呢？处长，我现在就去江山镇。那天郭家烧锅，我还没勘察完就被打了，我接着查去。先睡觉，晚上再去。刘玉娥同志带队。是。明白。东家，您说公安是怎么知道这个老鹰的？这回要不是您经验丰富，咱可就被那个韩立东给骗过去了。我们和共产党的斗争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分出胜负，这一次公安设伏，咱们破得如此之惊险，无非就是两点：一，老鹰早已经握在公安的手里；第二，那就是情报来源已经不可靠了。您是说老黄的电台可能已经暴露了？是的，你想想看，时间、地点、接头暗号，包括电台给我们发的所有信息，韩立都全部掌握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哦，对了，你马上告诉老黄，启用第二套电台密码方案。是。
吴婶。哎，文远来了。大妮呢？嗯，厨房呢，准备做饭呢。哎，去吧。去吧。处长，技术处报告，老鬼的电台换了新密码，但是无法破译。你通知技术处，继续追查电台，全力破译，有情况及时汇报。是。你说啥？你说东子哥杀人了？啊？这到底咋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细节，顺子跟我说了。不行，我得问郑叔去。不，哎，丹妮。一切正常啊！哎，对了，还有啊，我对外可宣称的是，韩立东被关了禁闭了，可不能说走了嘴啊。明白。啊，这是我给东子哥带的饺子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走吧。郑叔，再见。再见。消息传的可够快的。东子，行啊，金屋藏娇呀！行，你别废话，你赶紧看呐！别看正面，看背面。这相纸哪儿洗的？就许你搂着，还不许我看呀？真是！你再说我抽你啊！韩立东同志，熟啊，活土匪。是柯达相纸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，奇了怪啊，咱们东北让日本占了这么多年，几乎所有照相馆用的设备和相纸都是日本富士的，怎么这是美国的呀？您再好好看看这张照片，无论从显影药粉和温度的配比都是非常专业的，不像是自己在家里或者是小暗房洗的。哎，行了，你别看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照片是专业照相馆洗出来的？对呀，就用了美国的相纸，就要用美国的显影药粉才可以。这不是自己干的，肯定是在专业的照相馆暗房冲洗出来的。那您知道咱们安东哪家照相馆用的是柯达的相纸？好像没有。哎，好像最近江山镇那新开了一家照相馆。你说哪儿？江山镇啊。行了，走了，谢谢啊，改天请你喝酒。哎，那你的结婚照呢？在我这儿照。来，进来。二位是拍照还是洗照片啊？你们这照相馆是新开的？我们刚开业一个月，这下好了。咱们镇上啊，要是有人想照相，就不用往安东市跑了，方便多了。啊，这设备行吗？您把那个妈去了，行，太行了！我跟您讲，别说是安东，就是全东北都未必有咱的设备好。你就吹吧你。怎么是吹呢？
我们这设备啊是柯达的，是我们东家专门托人从香港进口来的。哦。光是从香港运到这儿就花了小半年时间呢。可以呀。这是你们的摄影师？那个是我们专门从上海请过来的摄影师傅，手艺老棒了。要不您二位试一下，独照也行啊。你试试吧。你试试吧。那我可试一张了。嗯。摄影师是吧？哎，你好，先生，想照什么样的照片？有意思的照片。先生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眼熟吗？不，不认识。这张照片眼熟吗？照的不怎么样，但是洗的不错，看来不是你的手艺吗？不是我拍的。这个人是吧？同志，我说，我全说，是我贪财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本来已经打烊了，突然来了一小伙子，说让我给他洗一卷照片，我当时也没答应。可是他后来给了我一笔钱，说就洗一张，我贪财了，就答应了。可是照片一洗出来，我一看，我怎么是这种照片？我要是知道，我肯定不能给他洗。可是他说，这是他女人，说你睡了他女人。放屁！是，放屁！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知道我肯定不能给他洗。洗了几张？一共洗了五张。底片呢？底片他带走了。你说一下，这个人长什么样子？他长得敦敦实实的。听口音听不出来，反正不是南方人就是东北人。穿着一件中山装。哦，对了，他手上有伤，一直流着血。受伤了？怎么受的伤？不知道，他刚来的时候我也没发现，后来我发现了，就给他简单包扎了一下。他还问我附近哪有医院。后来他去了哪个医院？慈民医院，过几个道口就是。记住了，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。是。你现在把那个人样子详细描述一下。短头发，方脸，浓眉大鼻子。医生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人？对，就这个人，前天晚上来过我这里包扎伤口。他的登记册还有吗？来，小冯，把前天晚上登记册拿来。好。医生，你还记得他是哪儿受的伤？他是伤在右手，我问过他，他说是铁线划的。我当时也觉得奇怪，铁线怎么把手伤成这样，很大的一个口子。缝针了？伤口都翻起来了，当然要缝针了。一共缝了十针。哪天拆线？我们一般是五天到七天拆线，可是他说他有事儿要离开这里了，看起挺壮实的。我约他后天来才行。后天几点？我急诊夜班，七点以后吧。对，就这个人。和田。东家，东家。哎，
台湾来电啊，您看看。为了配合韩战，反共扶国，特建立辽东先遣军，任命周春山为先遣军司令，统辖辽东一切地下组织。恭喜您呐，咱们终于等来这一天了。是啊是啊，王林，将来辽东就是咱们的战场。孟林愿用生命追随您，完成反共复国大业。孟林，我能到今天都是你的配合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对了，孟林，通知秦彪马上到这里来开会，通知台湾让台湾马上解决老刘和美国人的关系。明白。先遣军司令。那么说，这个和田很有可能是假名。我让江山镇派出所的同志查过了，江山镇确实没有和田这个人，而且根据那个摄影师提供的情况，他不知道医院在哪儿，很可能他不是江山镇的人。那你是怎么断定他是在郭家烧锅受的伤？我认真勘察了郭家烧锅的现场，在一个墙角，我发现了一把带血的铁锹。我在检查尸体的时候发现，这帮特务都是老手，用的都是匕首，而且是一刀致命，伤口都是在脖子和胸口。但是有一具尸体是前后各被捅了三刀。我当时没想太多，这次去的时候我才发现，这具尸体躺的位置就是铁锹摆放的位置，所以我分析，这个伙计可能是拿铁锹反抗，不小心伤着了和田，被后面来的特务跟和田两面夹攻，将其杀死。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我们准备蹲守医院，只要他敢来，我们就可以跟踪他。好，但一定要保证绝不动手。放心，我们知道。爸，我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，我自己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办。不操心，不操心行吗？我都听你吴婶说了，说那个张文远天天往小院跑啊，还送东西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我和张文远真的啥关系都没有，我都跟他说的清清楚楚的了，可他就是瞎黏糊。张文远孩子也不错啊。爸，您这么说啥意思呀？你要这么说，我可真急了。我行行行，这炮仗脾气还是个急鸟的。我是说呀，你跟东子呀，哎呦，得抓紧呐。啊，爸，现在啥时候啊？前线打仗打得正激烈，东子哥他每天多忙啊。我那边呢，医院的伤员也是一批接一批，我每天忙得四脚朝天的。我俩这不是没顾上吗？打仗归打仗，结婚归结婚，那仗要打个十年八年的，这都还不结婚了啊？做人打光棍啊？啊？你们今年能成了婚，明年我就能抱孙子。爸，我看您才是个金眼的呢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东子哥估计今天又不回家吃饭了，您自己吃吧，我先上班去了啊。嗯。路上慢点儿，啊！哎，知道了。天天不见面，耽误我抱孙子了。国防部二厅已经通知了老刘，老刘近日就会和你们取得联系，正式归属贵部领导。经过与美国远东情报局协商，美方将不再派员到辽东，辽东的情报工作由贵部全权负责。东家，这下咱们可是大权在握了。
高兴啊？没有啊，政令统一，我当然高兴啊。可是，在高兴的一刹那，我突然感觉，我们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孟林，我问你，三六九联系上了没有？有进展了，小德子找到了三六九原先手下的一个炮手，那个炮手答应替咱们传话，近几天就会有消息了。不过，三六九手下都是些乌合之众，难堪重用。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。是，而且我们先遣军还是以我们的人为主要班底，凡是想成功，那就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。突然我想，我们先遣军是否成立一个天支队、地支队和人支队呢？你们看如何？好，秦彪听命。到，我任命你为先遣军行动总队队长兼天支队队长。是，吴孟林听命。到，我任命你为先遣军参谋长。是。兄弟们，虽然我们是上下级，但是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，情同手足。我将与你们共同为党国事业创造未来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那咱们现在和周春山是联系还是不联系？罚三仗。嗯，知道知道。你是老大，你说了算。老刘，你觉得我戴这个帽子是不是觉得挺精神的啊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跟你说的。大夫，换药。来来来，弟兄们，尽情吃，尽情喝啊！秦队长，我再敬您一杯，今后我们这伙人就仰仗您了。兄弟客气了，哎，来，把酒杯都端起来，干了，干了！来，秦队长，来，都坐一下，坐一下啊，说两句。弟兄们啊，我知道你们呢以前都是吴军师手下的得力干将，我和吴军师呢那也是生死兄弟啊，所以咱们是一家人，以后不用那么客套啊。还有
这次行动啊，大家干得干净漂亮，所以今后咱们天之队就要用这种雷霆手段纵横辽东，让那些共军们听到咱们的名字，脑瓜就疼，让叛变党国的人胆战心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弟兄们，都把酒杯端起来。这一杯，我代表先遣军司令和参谋长吴军士敬大家。今后党国的复兴，就仰仗各位了。干！干！干！兄弟，是我。人呢？进去了。多处埋伏吗？还真是，哎，还够厉害的。看来咱没跟错人，这里防御布置严密，说不定就是帮你那伙人。嗯，走，过去向车上汇报。小田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秦队长问了很多次了，赶紧把菜端进去吧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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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队长，菜。小田儿，小田儿，这次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记得你也是特训班的成员吧？是，那时您是学生的教官。我的学生丢人啊！我的学生居然杀一个伙计没有得手，还让自己受了伤。学生失职，请教官责罚。好，哎，我听说这次要不是这位兄弟在背后给了那个伙计几刀，你恐怕伤得更厉害吧？小田，你这几年是怎么了？到了安东，刀枪入库了。马放南山了，身上的武功全都没了。不敢不敢。啊！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啊！老总，看在你是我学生的份上，这次饶了你，罚你扫一个月的厕所。听见没有？是是是。来，弟兄们，喝酒。哎，喝酒，叫，来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去扫厕所？是。来，秦队长，来。兄弟啊，哎，这个酒是奖给你的。哎，秦队长，弟兄们都听好了。今后，我有功必奖，有过必罚。喝酒。
真是自投罗网啊！举起手来，快点，别冲动。厉害呀！怎么样？走。带一组人从正面进攻，李总，你带组人从后面进攻。好，那我呢？罗同志，我们都知道你枪法好，在我们发起总攻之前，把对面的监视长给我干掉。是，走。善恶的胜负在摇晃。
下认不清面目，谁在明处，谁在潜伏，魔女之交如何陌路，多少殊途一生下注。